说，我们就来一个不一样的，然后也不要伤害到自己。他就把很多水晶设计在这个 graphic 上面，所以图案其实是柱状的水晶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用心的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，然后其实就染了新头发，然后还蛮搭的到我这个头发，然后想说，哎，好，很好，那就对，刚还蛮意外，上台的时候就有一点傻眼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能要转一个圈给媒体朋友拍一下，好不好 ？OK。鞋子是焦点哦，可以拍一下鞋子。